那我们该翻面，我们不该煎太阳蛋的啦，因为不然你现在翻啊。哦，这也太太好玩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算了，我觉得你放弃它好了，你直接就是划它好了。好，先划它哦。好的，好疯狂的蛋哦，失控哦。好了，那个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蛋就是不在各位，不是这个蛋，是这个锅。